发现说开一家店的真谛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很快的时间就凝聚在一起，一条心是让我觉得最舍不得的，因为无怨无悔，然后完全彼此的去cover 对方，有很多的 OS， 但也很珍惜。那我做了一件我以后想到还是会觉得开心，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棒的事情。刚刚在讨论最后一次的时候，有突然有一刹那觉得，哦，好像要在坐在这边讲话，好像明天是最后一次。嗨，伙伴们，这四个月以来，屏东车程赐予我们的能量，成就财神那里的美好。最后一天营业，我们将迎接车程朋友，回馈他们满满的感谢。我发现我们一步一步在完成我们第一集开始祈求的愿望。冰店先有了，有人许愿宠物店，有人许愿安心班，好像我都有许到愿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哦 ，casino。我今天才恍然大悟这件事，发现说开一家店的真谛是什么，借由这个餐点，然后吸引这些客人来，在这边静静守候他们来，然后分享他们的故事。虽然我们之中有争执，然后有发生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事情，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把自己调整回自己该有的位置。我觉得我们很快的时间就凝聚在一起，大家都是一条心，然后都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事情完成。一条心是让我觉得最舍不得的，因为无怨无悔，然后完全彼此的去cover 对方，有很多的 OS， 但也很珍惜，觉得很不容易。我觉得我很谢谢这一段日子所有人的陪伴，不管是这个空间，或者是这里的天空海，然后还有说一切，我觉得他们带给我很多的快乐。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我以后想到还是会觉得开心，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棒的事情。毕竟也是相处了四个月，所有的事情就是再次碰撞出来，多少还是会觉得蛮舍不得。刚刚在讨论最后一次的时候，有突然有一刹那觉得，哦，好像要在坐在这边讲话，好像明天是最后一次。怎么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一下子就最后一天了。